朋友，是你条件有问题吗？血型不能是 B 型。日本男生听到 B 型的女生会怕，因为很自私。你才自私哎！我没有，好像很明确，就是 B 型。比如说我最近女朋友今天决定看电影，我会问她说你想看什么？但是 B 型的女生今天看什么啊？我已经买好票了。强迫性，狮子座的吧？没有，他狮子座怎么了？B 型狮子座，B 型狮子座，你会惹毛哎！身高不能超过160，化妆风格要通过我的审核。超过160的离开。哇塞！化妆风格，其实我不喜欢化妆的，想删掉什么？两位的眉毛颜色有点过深啊。起床跟我一起吃早餐，吃早餐对我来讲很重要。我推荐他一个人选，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早餐店阿姨，身高不超过160，而且他每天早上都素颜，而且他每天4点就会起来。住哪里？十位美女就在这边，大家好。不要再说你没有女朋友了，好不好？很奇怪耶。今天孟多怎么看起来突然间腼腆起来？对啊，孟多你怎么去纹眉的？没有，我哪有没有？今天是情真，所以做的很端正的。没有，就是弄得漂亮一点嘛。我们刚才尊重。我们刚才走进来，看到人山人海，心里想说，该不会我们的另外一半就在这茫茫人海之中？那是有可能，蓦然回首。讲人山人海 ，OK 的。哎，真的呀，外面好多人。我听你好像差点讲，哇，今天感觉像人肉市场。今天帮你们交女朋友，对假的，太好了。少伟的前任、上一任到底是为什么会分手？上任，我觉得最大的问题是出在我身上。哇，哎呦，好男人，不是把责任讲我自己身上，没有讲别人。不是以前哦，我真的不太了解自己要的是什么。对，交往一阵子之后，就觉得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跟一个女生交往。哎，这个是喜欢她什么？也不知道为什么要一段感情，最后就是啊，就是那时候没有心理准备好要成家立业，所以一直交往，然后但是好像都没有一个有交叉点，你知道吗？就很像平行线呢。这么可怜啊！一直等于下去啊？怎么会这样？那现在就懂了，现在就懂了，懂了。现在我们第一位就是一位哲学家。苏黎，阿绿茶，那你聊聊，你是。你跟前女友怎么分手？我单身4年，前女友分手原因是因为单身4年了。对，这么久，不可能，真的那么久。真的，单身是形态上的单身，而不是身体上的单身。没有，身体上也单身4年，对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，4年怎么过？刚才绿茶才走进来跟我讲说，哎，那里面有我认识的朋友。对嘛？你干嘛？我说认识的又不行哦。你干嘛紧张啊？对，没有紧张，没有紧张。分手的原因是因为他觉得我没有给他安全感，因为当自己在忙的时候，他觉得我没有陪他在他旁边。哦，那我最怕就是我在忙的时候，你忙什么呢？你演艺事业那么空。不是，一个男生在忙的时候，女生会在意他说中午打个电话给他，传个简讯给他。哦，你连这个都没有。对，我连这个就是因为在忙的时候就没有，不是做不到，因为我想要把。专注在工作上面，对对对对。OK， 孟多，孟多单身多久了？孟多应该2年，其实2年多了。我之前女朋友是第一个，就是很正常的理由，因为我是日本人嘛，那她是台湾人，就是有些习惯上。就是我们不合，很接近啊，这个是。但是就是台湾女生讲话太直接，哦，太。我要的是什么，都他讲出来。哦。对，然后你要了他给不起的。对，有。哦。给得起。没有啦，他的意思就是说，哎呀，生日了，我应该送你一个礼物。台湾女生会说啊，好啊，好啊。对，太直接。对，日本女生啊，那。哦。对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。这不是很啰嗦吗？我让我觉得。gay bye了。对，有一点。就是，但是我喜欢，然后喜欢 gay 白，还有一个是之前的上女朋友，是我真的这个是真的不是夸张哦，他是韩国人，韩国人对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我跟你说哈，韩国他有韩国人哦，说真的，从头到尾全部都整齐，整到你不认得了。No， 他跟我讲说，跟你讲。他跟我说，他跟我说，他没有真心哦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不能骗我。
对，是这样。不能欺骗 ，OK。立冬单身多久？两年，快三年。那照理想，你女性朋友那么多。对啊。对啊，可是我之前生活当中好像都盘旋在这些盘旋，我就秃鹰是不是？没有其他的重点。对啊，没有，因为我上一个呢，因为我等于说我出道的时候，那时候没有什么工作，然后那个经济能力没那么好，然后我上一个真的是因为。主要是因为他太能吃了啊，他本身他的早餐呢，一定要萝卜糕，好，那萝卜糕，然后总会三明治，然后铁板面，然后大冰奶，然后最后再加 ending， 一定要来个玉米浓汤，哇，所以这样光是早餐吃哦，早餐可能就要两快300块，重点是他除了很会吃之外，他因为吃嘛，你上面吃，你下面就会。排泄肠燥症什么？对对对对对对，就变成说我们的约会就是除了吃饭之外，就是带他去上厕所这两件事情啊？怎么？就我们的约会很长时间在吃饭跟找厕所，吃饭塞狼的丢了。然后我就觉得我们的没有什么其他的休闲空间哦。然后而且重点是我能给的他，他要了我可能给不起，感觉不好。那我就越来越穷这样，交到大胃王就是被吃垮了，被吃垮了。后来就自然就分手了，对啊，两人在一起有时候那种感觉是很重要，对不对？不是说生活好、吃得好或什么，而是感觉。我要是爱你的话，我告诉你，我爱上你的缺点，那才叫可怕呢。对，那你的缺点很多，那怎么办？你赶紧结婚。没事，没事，聊一下，聊一下。好嘞，四位都来联谊的啦。梦多，梦多先来。哦，真的，好好，梦多来，动手动手。还有红衣，这个有点不好意思，什么声？哎，不要再假装，不要再假。好，梦多把他的条件列出来了，他的女友必备条件第一条。第一条，请看，注意哦，你们要符合就留住哦，对，不符合请离场。请看，不能有嘴巴上的汗毛、腋毛、腿毛、手毛。我身上有毛的，不好意思。来来来来，汗毛多的，可接受的人才能留下来，无法接受请离开。哈，那么多毛。很多毛的女生，哎呦，啊，哇塞，前辈，马上剩下七个人，七位，为什么你为什么你会有这个需求啊？第一个，因为我说真的，就是来到台湾的时候才发现，就是台湾的女生不太会修毛这件事情。修毛，就除毛，找除毛的，对对对对对，对，因为我很在意，就是女生的毛，就是有一点。多，那有时候就是吃饭干嘛的时候，看到女生手毛，就是皮肤白白的女生，哎，毛很多，真的吃不下东西，真的假的？这么严重啊？我很严重。你自己长得脏脏的，你脏脏的，对不对？哦，对啊，胡子很多女生也无法接受胡子，哎，对嘛，对嘛，因为我有胡子，如果就是另外一个有毛的话，就是两个都毛毛的，很奇怪啊。哦，毛毛的，这就是你的要求，就对了。是是是是 ，OK OK， 这个还可以接受啦，剩七位了，来看一下第二个条件。哎，二三，要会一点点日文，合理啊，这个合理啊，应该来吧。我至少会讲瓦萨比跟米珠比起。你一个一个跟他们哈拉两句啊，来来来，六号六号，简单的，你不要太难，不要吓人家，好不好？モンドです、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あ、リン。リニです。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。いけるいける。这个可以哦。只能一句，只能一句，只能一句。好，来来，七号七号。こんにちは。こんにちは。どうぞよろしく。およ。来来来。好强啊！八号真的是一点点。都是日本人吗？すごいね、君。我的一点点是バカロ。原来是骂人用。他说对了，他骂他脏话。也 OK 啦，我八个牙了。可爱可爱，世界上很可爱嘛。いつも何時に寝ますか？愛してる。会了一个重点，会这一句就好了。你来这里问他，你在日本住了八年。啊，真的，本当に。え、そんな日本にずっと長く住んでたんですか？美味しいですか？美味しい。哦，八年了 ，OK OK OK， 哎，八年就是学到好吃吗？也好了，也棒了，简直是了。十三号，じゃあ今日の夜は何しますか？こんにちは。他跟你说早安。
可以啦，你好 ，OK 啦 ，OK 啦，人已经够少了。哎，但是他的日文非常好哎。对啊，六号一直用炙热的眼神看你，而且他就是很日本味。嗯，哎，从东京留过学啊，我现在是日文老师啊。这个太好了 ，OK， 你用过踢球 ，OK， 好来，再来 ，Number Three， 哎，没想到七个都留住，哎呀，还不错哦，好来来来，第三一点，请看，血型不能是 B 型，还是太夸张，你是要写这个吗？是，不好意思 ，B 型的请离场，没有没有，他本来是罩杯不能是 B 以下，没有，对了，你讲的没错了，为什么不能是 B 型呢？没有，你这个人，这个真的有理由。说真的哦，就是你们台湾人比较在意的是什么星座嘛，对不对？星座，星座火星啊，什么什么火星，火星火象啊，火星火象星座啦，简称火星啦，对对，火象水象什么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日本人就是说，就是血型很严重啊，就是很重要。我听到很多日本的男生，你应该知道吧？很多日本男生听到 B 型的女生会怕，真的，因为很自私。你才自私嘞！我没有，我好像很明确，我确实有加入他们，就是 B 型。B 型哦，不自私啊，不会。是哦，没有，有可能是我遇到的 B 型，就是从躲到现在，就是真的很自私。哎，有此一说嘛？想不问旁边那位，确实有这种说法。有有有，我遇到的日本男生都说他们比较喜欢 A 型的，对，大部分日本人都这样讲，然后每一个人都说不喜欢 B 型，还有 AB 型，我记得是这样。AB 也是更怪 ，AB 是突然就是本来很开心，突然那种的。哦，双重人格，对 ，bipolar。对，然后 B 型不管怎么样，比如说我之前女朋友也是，我们去哪里，通常哎、欸，你今天要吃什么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是好啊，就是沟通。他不是哦，走到一半看到一个餐厅，走吧，就进去。哎，这样有什么不好？对啊，对啊，随性啊，随性啊，很独立啊，沟通啊，我们要在一起要沟通啦，沟通啦，哦，听不太懂，沟通，真的沟通需要沟通啦，哦，这个是。就是今天决定看电影 ，OK， 我会问他说你想看什么。我虽然我想比较看这部片，这样问 OK 吧？如果就是女生喜欢，哎，但是我比较想看这个 ，OK， 我会接受。但是 B 型的女生今天看什么啊？我已经买好票了，就是强迫性。哦，他已经决定好，嗯。哦，我很不喜欢掌控。好了好了，没关系。狮子座的吧？没有，他狮子座怎么了 ？B 型狮子座 ，B 型狮子座，你是不是被惹毛？哎，吓死了！他要站起来了。我现在不想讲话了。生气气，生气气了。B 型狮子座，第四座，小心小心。来第四，第四一点，第四条，全部都可以了，六个了啊。吵架我一定是对的啊！跟你吵架，然后一定要让你是对的，这样啊？这一货的结论是这样子，但是谁管你？但是没有，但是听我讲完嘛，大男人嘛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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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可怕！吵架一定是对这样子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的脾气超好的。可是你不是说要沟通吗？那为什么是吵架都是你是对的？对啊，那叫沟通。Why？ OK OK OK， 你就这个就跟那个对方买电影票说我要看这个也很吵，男生攻击男生，哎，你们很难聊哎。不行啊，哪有人这种要求？不是不是不是，哎，很多人以为说我打那人，其实不是，我一点都不打那人。吵架到严重，真的严重的程度来，的时候，因为我有讲道理，我觉得百分之百不是我的错。那他如果跟我还顶嘴的话，我就不行。哇塞，好，六位女生能够接受的再留下来，忍无可忍的请离开。只走了一个哎，真的哎，哎呦，你们好棒哦！其他人是听不懂中文的状态吗？听不懂他的中文，要走了，你要走了，拜拜。好 ，OK， 看不下去了，第五条，要陪我看格斗比赛，这个很简单了吧？打架的。因为我很喜欢讨论这个选手就是比较强，这个起脚怎么样？虽然你听不懂没有关系，我会教嘛。那比如说他喜欢看什么东西，我会陪他看，这个是很公平的。OK， 我觉得蛮正常。这个可以吧？这个可以吧？不能接受的，请离开。好，我们都可以接受。哎呦，有四位。哎呦，不错哎。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的，那么芸芸众生当中只留下这么四位，对，删掉了16位。这四位当中，如果你来选择一位的话，这一位六号，他怎么有点不开心啊？感觉好像配对成功了。两位来，请到前面来，给你们一点相处时间，给你们相处的时间啊，来，两位互相
对话啊。好，两位开始。ちなみに今彼氏はいらっしゃらないんですか？今彼氏はいないです。いらっしゃらないですか？日本にはどれぐらい住まわれてたんですか？3年間くらい住んでいました。っていうのはただ日本没有好耶真的ただ日本完全是东京腔，就是完全没有强调，因为我的日本有九州腔。哦，对，你是乡下的，什么乡下？不是是嘛？九州是乡下的腔嘛？对对对对对，没有不好啊。对对对，日文讲出客家腔那就恐怖了。来，问他以前交过什么样的男朋友？上一任，元カレは台湾人、日本人いろいろいましたか？元カレは日本人です。他前男友是日本人，可能会认识哦。因为日本人呢，有可能会问认不认识好了。在台湾的吗？多问一点嘛。日本生的吗？问啊，花样多不多？想跟我怎么问啊？不是衣服的花样，比如带他去啊，比如旅游啦，这些花样都多嘛。なるほど。奇怪。そっちのテクニックは。王少伟心中的完美人选，竟令人跌破眼镜。身高不能超过160，化妆风格要通过我的审核。超过160的离开。哇塞！化妆风格，其实我不喜欢化妆的。想删掉谁？两位的眉毛颜色有点过深啊。别再不要管。每天6点起床，跟我一起吃早餐。吃早餐对我来讲很重要。我推荐他一个人选，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早餐店阿姨。身高不超过160，而且他每天早上都素颜，而且他每天4点就会起来。你住哪里？花样多不多？想跟我怎么问啊？不是衣服的花样，比如带他去啊，比如旅游啦，这些花样都多嘛。なるほど。奇怪。そっちのテクニックは？还问呢？我真的还问。哎，没有技术好不好？好了好了，你们好好聊哈。两位握个手，握个手。谢谢谢谢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算是联谊成功啊！谢谢谢谢，请坐请坐请坐。这个语言能通啊，语言是任何事情的钥匙。是是是，对不对？第一件事情就哎，你看到这个人在台湾，然后会讲日文的，回到家的感觉，那可能回到家的感觉。是是是，哎，没想到第一个就成功了。来，第二位，哎呦，少伟要帮你找女朋友，到紧张了。来，欢迎王少伟来。好来。现在画面都不要，大家都别动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动。大家第一排有没有看到？对对对。哎，全部只有王少伟腿是夹起来的。你 man 一点好不好？少伟哥，你这样做很像班导师。你怎么夹就夹这样？拍毕业照喽。哎，对嘛。man 一点 ，man 一点。是是是，我比他们还端庄哎，真的很难得坐在那么20位美女，好开心哦，心情非常愉悦。来来来，我们来了解少伟，看一下他的择偶条件，好不好？第一条，第一条，身高不能超过160，化妆风格要通过我的审核。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，因为她身高不高，大概150几，对，她站在我旁边都会常常跟我讲说，她是180公分。哦，你是183吗？但是那个是平均嘛。什么？那差3公分那样混进去。黄玉荣差更多，差5公分嘞。对，找一个来垫背。平均啊，平均。没有。然后那时候那个女生站在我旁边，她常常就跟我讲说，哇，站在你旁边很有安全感。所以那时候男生就会觉得很有成就感，有保护的感觉。对，所以。不能超过160，超过160的麻烦请离开。拜拜。少伟，哇塞，少伟哥，少伟哥，哇塞，不是，等一下，全派清空，漂亮的再见，哇塞，不是，其实这一点我也没有那么要求啊，来不及了。而且化妆风格，你条件在乱开嘛？你这个化妆风格要通过你的审核，为什么？这个我解释一下，其实我不喜欢化妆的人。那现在没有人素颜的可以留下来。你不喜欢化妆的？有素颜的吗？我就喜欢，就是越简单越好了。都可以吗？你有没有想删掉谁？对，我对于这个，就两位的眉毛的颜色有点过深哦。哇塞！哇塞！哇！人家都要管，好严，你好过分哦！不是，哎，走了啦，走了，我就走了，走了，不要理他了。没有嘞，自己。
己没有一八三在那边，得罪人了吧？剩六位了，六位美女。第二条，第二条，已读不回不能生气。啊？你已读，人家发简讯给你，然后你已读不回，还要对方不要生气？不能生气，不，因为他必须要了解我工作形态嘛。比如说我们出外景一整天，我怎么可能就是一直手机拿着，一直回简讯？有些不是哎，他就是一定得要你回，就是他看到你已经读了。你如果不回，他回去就会跟你吵架。啊，你读，你既然有时间读，为什么没时间回呢？啊，有时候读只打开一下就赶快关掉了，还是你不知道怎么回？你是怕电到的？不是嘛？因为哎，有时候他问你是需要要打字的那个内容啊，你用 Siri 就好啊。我有时候就不喜欢用那个手机一直在哦传简讯。超伟哥，你真的是怪咖哎，可以吗？读不回可以吗？可以。一号，你坐在那那么孤单。对，你哎，其实你可以靠，你可以靠过来一点。一号，你好乖哦。一号，一号，你就一直坐一号的位置。男生要是已读哦，如果没读那就算了嘛，已读然后还不回，我有时候这个事情大条哎，就会吵架，就是吵架。说你已经读了，为什么不回？那我有时候我们读的时候只是看一下，要但是要工作的时候就要过去了，没有可能在那个瞬间可能没有时间去。你现在已读，要不然你回一个爱心嘛，就懂结束。忽然看到，那我也不等一下，他可能在唱 KTV 的，嘴啊，然后对对，因为看到你那个歌来了，然后就要赶快唱了，这样有这种事情啊，不能落台。第三一点啊。好，来看一下啊，三，每天六点起床跟我一起吃早餐。哇，为什么一定要吃早餐？好像当兵哦，吃早餐这个对我来讲很重要，因为我每一次只要我有休假或者是不用工作，我会回家里跟我家人一起吃早餐，所以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很重要的这个家庭相处的时间。可是有些女生她就不喜欢起床，太早起床，或者是会有起床气的人。有时候我会碰到我的女朋友，她就会跟我争执，就是她不想要陪我回去跟我家人吃早餐。那对我而言，我又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所以会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争执了。那我推荐她一个人选，谁？我们家附近的一个早餐店阿姨。阿姨。他身高不超过160，而且他每天早上都素颜，然后他没有手机，他也不会回。哎，而且他每天4点就会起来。住哪里？你住哪里？我以为你要介绍谁，你知道吗？小抠嘛，他都会。他也都素颜呢。哦，可以。每天早上6点起床，跟他一起吃早餐呐、啊。早餐对他很重要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就对了。是的。能不能接受，请离开。你们最好，真的假的？你这样子6点起来，我超不相信的。是，拜托，工作有可能6点起来。早上6点呢，不敢吃早餐，不要再逼他们早了，才剩5个而已。OK， 好，都可以啊。来第四一点，要能接受我有床屁。啊？哪一种床？我很在乎，就是没有洗头或者没有洗澡爬上床的。哦，极为害怕，爱干净就对了。对。那如果只有他那一边是这样，不行啦，因为我会翻来翻去啊。组合床。哎，我就曾经哦，真的，我曾经有翻过，就是我看到那个睫毛膏在枕头上，我会吓死。哦，那是连妆都没卸。没卸假睫毛。如果说一切都很干净，然后也都洗完澡了，最后又弄脏了呢？什么？为什么洗完澡会弄脏？流汗呐、啊，睡前脚底板脏脏踩到，那脏可以接受吗？这个脏当然也没，这个就可以接受嘛。这是后来才脏，没什么。你怎么在微笑？笑得这么开心？这是后来脏，我不能接受前面脏的。前面脏，后面脏可以。OK。小哥好怪哦。有床屁不能接受，请厉害。最后一条，一二三，交往最快半年能结婚，你要等他们毕业。等一下，我也要先了解人家都几岁啊，半年就要结婚，谁可以？不管嘛，就你的角度是说我以结婚为前提交往，是。但是年纪太轻的也不行了。那万一最快我就是半年就结婚了呢？对对对，为什么？但是我是觉得，如果能够真的相处或交往，而且可以满足我这一些问题的话，那当然是可以相处啦。对对对，对啊。但是我害怕的是，他们如果年纪都还在读书的话，学业要完成。你现在年龄不是问题啊。你如果娶这个年纪，你就可以跟岳父当好朋友。对。
也会啦，因为真的也不能再等，再等就爷孙恋了，对不对？这能接受吗？绿茶超苛刻条件竟引来女生们的不满。脚拇指要通过我的审核。什么？女生脚拇指一定要漂亮。拖鞋子给绿茶检查。这两位不好意思。最难穿的。笑的时候不能露牙龈，牙齿不能乱。我觉得你是在买马蹄要好，牙齿。对，咬合要正。请笑。要不好意思。你真的很讨厌呢。真的也不好意思。有话要讲吗？第一次看你。神经病。能接受吗？半年呢？啊，对啊，太迟，他们太八岁而已，还是留下了四位。哎呦，你可以跟他们分别聊几句嘛。好，请问你就是现在几岁了？好近，24，有没有低于24的举手一下吗？哎呦，分别都各自是几岁？25，25那个，哎，26，26，各位35了吧？25，哎，刚好啊，年轻哦。四位，你可以选。我心里已经有个答案，有答案。好，来，直接邀请他在前面。王朝伟选择的是几号？我选择的是26岁的18号。哎，来，欢迎18号。两位，好可爱哦。请交谈，开始。你好，嗨，你会觉得就是年龄会有一点差距，有问题吗？不会啊。喂，你的最高的年龄限制是到几岁？10岁吧。10岁，那很不好意思，我已经超过了。年龄限制了，超过了36。那你会介意超过10岁的吗？可以。可以哦。嗯。确定。感觉他已经面有难色了，这我像老师啊，要老师不是处罚他，温柔一点，因为有时候你知道吗？有时候他就跟他家长讲说，哎，超过10岁，那有时候家长会介意吗？妹妹她有一张成熟的脸呐，嗯，对不对？嗯，没有试过，哎，没有试过，你想要试？可以试试看，可以试试看，哎呦哎呦哎呦。他想试啊，哎呀，可以啦，现在吧，快去啦 ，OK 啊，那谢谢你，就握个手啊，对呀，对呀，对呀，私底下可以联络，好，谢谢两位，恭喜上一个太地成功。好，再来是谁？好顺利哦，很顺利嘛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女生那一集是怎么样？怎样？每次都砍又砍，然后一个不留，男生一个都没有。哎呦，我都抹完，不错。来，再来是 Trouble 哥，绿茶。Trouble 哥，绿茶竟然脸色苍白哦。有哟，太紧张了，太紧张。这种经验有没有？第一次，对，好，第一次，好开心哦！第一次是这么公开的场合，让自己来列答案，真的，没有这样过，没有这样过。绿茶女友必备条件第一条，啊，第一条，哎，1、2、3，脚拇指要通过我的审核，什么意思？什么？哦，女生脚拇指一定要漂亮。就是有些就只有第一只哦，没有全部都是，但是有的女生脚那个什么脚拇指会弯，你知道吗？哦，露露就穿高跟拇指外翻，对，或是说指甲呢，又是没有很漂亮的灰指甲，就是指甲会变扁扁的，而且像露露那个它不是外翻，是因为它是为了方便在森林里面可以抓猴子。对，有一次我们一起吃那个拉面，他还用脚吃嘞。对，还有吃的。没有啊，没有人那样子啊，这么灵活，脚趾头都要过关。好，来，全部脱鞋子给绿茶检查。哇，这什么画面？你什么东西？你什么？这是皇上哦，你皇上啊你。还不错吧？现在女生都有做那个光疗啊，做指甲。这两位不好意思。讨厌，好讨厌啊！走，你真的很讨厌。还最难穿的，还跟他讲说这两位不好意思。而且他刚脱下来耶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没有，不是我选嘛。没事没事，9号包包有带来。这两位不好意思。哇，好狠哦！这两位不好意思。熟人。天哪！
好，谢谢。其实我喜欢这样平均这样斜过来的，哦，像这个就好。对对对对对，这样蛮漂亮。哦，对对，不好意思不好意思。什么东西？你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对啊，你凭什么？狗哥呢？来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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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算了，剩下十五位了。不好意思骚扰大家了。第二一条，笑的时候不能露牙龈，牙齿不能乱。我可以选吗？可以可以。好残忍啊！来，预备，第一排，请笑。笑笑不出来。一号一号，不好意思。我这个兔宝宝牙很可爱，其他都很整齐。我还好，对不起。哇，你真的很讨厌呢。好了，没有。现在中天门口越来越多人，修杜维六啦，啊，撤撤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再见再见。哎，第二位六号，我看一下。六号也不好意思。有话要讲吗？没事没事。谁稀罕你？不要不要。神经病，还挑我们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来，第二一排，我讲一二三，你们就要笑，一二三，笑，通过。哎，十三号，十一号，十三号很整齐啊，很整，很整，有点太出来一点点，是不是？你管人，太出来一点点，什么东西啊？没关系，我比较喜欢梦多。绿茶，我觉得你是在买马，你知道吗？你哪该东市啊你啊？没有啦，要感觉东市买骏马有没有？对呀，过分了。牙齿提要好，第二个牙齿，对，咬合要正。我靠，你真的是买马。下一个该不是有马鞍之类的吧？没有，牙齿真的很重要。我来看一下第三条，要能体谅我应酬喝醉不回家。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跟朋友约，跟哥哥约，那可能就是会晚点回家，或说不定会到早上5、6点回去这样。啊，就昨像昨天我们就突然间约了一下。对对对对对，那他就不要为这样的事情生气，他一定会讲说，怎么可能哥怎么会跟你应酬到这么晚这样子？我就想说，哎，我跟言承旭约，然后我想你跟言承旭约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那有没有别人啊？有没有别人？嗯，就。不能讲。然后我们约这个好朋友聊心事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就想说让绿茶稍微提升一下。哦，看一下明星，把他叫过来，看这什么人家是巨星的。对对对，一坐下来，哇靠！哎，他跟言承旭可熟了。怎么哇？哎，他还用来用去。哎，绿茶货，你那天好嗨哦，是吧？真的哦，那个就跟Jerry 哥一起出去了，就刚好那天碰到朋友介绍，然后就玩得很嗨这样子，是，因为也算是自己的偶像嘛。你现在承认玩得很嗨了吧？那个时候就有啦，有啦，就很开心，很开心。OK OK， 所以能够接受他不回家的，请留着；不能接受的，请离场。哎呦，拜拜。好，拜拜。哎，这么高。我刚以为他走在楼梯，怎么一直没下来？一直没下来，就这样出去了，走了两位。好的，来第四条，剩九位了哦。能接受我喜欢看 A 片？你好脏哦，怎么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说实在的，性这个东西，不管是相处在一起，还和性在一起，我觉得性是很重要的。这是一个互相学习的态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对，就是你会忍受我，就是说，哎，跟我一起看 A 片，一起看吗？一起看还是一起？当然是一起看了，自己看就怪了，这样子可以吗？这是情绪上面的问题，对情绪一起看呢。哎呦，哇，你们都可以哦！天哪，大家好 open 哦！对啊，这些年轻人时代不一样了嘛。来来，第五一条，好，钱包内的东西一定要排列整齐，这可以吧？这应该是可以的，因为我其实有洁癖。啊，所以看一个人的钱包就可以知道他家里长什么样。洁癖，你可以跟王少爷在一起，床又干净。但我建议跟你一起看人脸。张立东找寻儿时的回忆，竟受到来宾们质疑。要问意见。因为小时候我跟我一个很好的青梅竹马，都会相约在合体，你踢过来我踢过去。后来他全家移民，我就找不到，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以后他可以跟我一起在合体这样，哦，你踢着我，我踢着你这样，三下就好了，三下。第一位，请先让。基本上，你上一个女朋友，最好是这样啊。洁癖
所以看一个人的钱包就可以知道他家里长什么样。洁癖，你可以跟王少爷在一起，床又干净。但我建议跟你一起看人家。因为很多女生是看起来外表真的是都蛮漂亮，但家里真的乱七八糟，衣服乱丢这样子。不会吧？没有啊。谁呀？你答应我不可以说的。哎，你怎么自己招认？超恐怖的，真的真的。没有。哎，那边好像就没事没事。至少我牙齿很整齐，指甲很干净。OK 的 OK。好了，那检查大家的钱包喽。好。怎么样？你看得出来他是住在哪一区吗？哎，你很像刑事组。对，你没有带夜店前面，他没有带澳门。他不能用手机支付吗？行动支付。这个我看一下后面好吗？金钞前面中间零检哦，零检是不是啊？有没有喝酒 ？OK， 还 OK 了。哇塞。OK OK， 真的，好认真，这都过关。哎，没想到二四六七位，你留很多下来。来，七位，可挑。好，我选。早就知道，你早就知道吗？对呀。戴帽，哎，谢哥怎么知道？看就知道啦，就你喜欢的型啊。嗯，啊，戴帽子的还有谁？来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他笑起来真的蛮可爱的，谢谢。请问一下，你几岁啊？哦。25对 ，OK， 那是牙套戴多久了？嗯，快两年，下个月要拆掉。哦，对，很好很好。那你现在还是学生吗？不是，这样子。那如果就是我如果约你去看电影之类的，你 OK 吗？可以啊。可以啊。你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你觉得什么样的男生吗？叉叉。对啊。叉叉是什么？我啦，我啦。知道你，他是韩国人，他如果是日本人就不是这个名字啊，日本人就叫叉叉，你一个巴拉雷姆，名字比较长啊。叉叉，你干嘛一直笑？你笑起来好可爱，不要再笑了。好讨厌，你好恶。现在是可以直接在节目里面公开的，就是撩妹。对，油到头痛。他真的笑起来好可爱，而且哎，你眼睛有东西。哦，不好意思，是我了。是。好了，不要紧张，抱一下，抱为什么要抱？好，两位留电话，好，谢谢，恭喜。好了，回座位，很会雕马的，冷静一点。来，成功哎，好强，那个情胜力动，加油，来，哎，欢迎来到那个张董，今天唱阿不成。这是张立东的日常。张董 ，OK 吗？张立东的日常是。好，来看一下第一条。好，一定要黑罩杯以上。我靠，这么肉欲不是？好，不好意思，第一条没及格的请离开。你有啦。我们请的都是诚实的美女，不好意思哦。乖，开错条件。哦，第二一条，一二三，需要具备汽机车驾照。对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之前有一个女朋友，她是非常非常不独立的，嗯，然后而且她又要省那一笔，比如说就是她常常要交通费，她又不想要搭那个叫大众运输工具，比如说捷运什么的，那她就想要人家载。那变成说，有时候我很忙之外呢，我还要负责去接送他。那有一次呢，这真的是因为我在睡觉的时候，然后他就趁着我睡觉，然后他没有驾照，还是想说去附近，然后因为我叫不起来嘛，所以他就自己拿了我的车钥匙开了，一开他那个他连怎么搭档都不知道，就砰就撞到后面，太危险，我就赔钱。所以我觉得女生要基本上除了就汽车之外，至少机车哦，至少你要可以自己独立，可以移动到去下一个地方哦。最少有机车啦，机车啦 ，OK。好，没有过关了，请离开。不用等死，不用啊，驾照就可以，只要要有驾照就对了。对，汽机车驾照。哎，你们去学嘛。没有，立冬，这一批是有驾照但不想跟你在一起，就先离开，找一个借口赶快走。对呀，第三条。笑点要很低。哦，对，来，你先讲一个笑话，我帮你看啊。好，我要讲那种最难笑、很无聊的，然后我们来看。小明是一个很机车的人，有一天他就被骑走了。这样也可以笑？哎，这几个有笑的举手，可以有笑，先你先，蛮好笑的。
这个好笑。哎，但是我觉得一二三这边你可以再讲，我再讲一个，仔细观察他们，讲好笑的。好好，有一点有两个帅哥啊，跟四个美女，他们一起坐游艇出去玩，结果这个游艇不小心啪翻掉了，两个帅哥跟四个美女全部掉到海里面，那两个帅哥呢被警察救走了。那请问大家，四个美女被谁救走？是被你救走了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你就是个美女。你就是个美女。你就是个美女。哎，都笑。那 OK 了 ，OK OK， 应该是本身笑话太强了，是是是，好，这混日子用的，这一条混日子用的，谁都会过关啊。第四一个，来，要能接受我有女闺蜜哦，对，她认识很多漂亮女生哦，要能接受我有女儿嘞，女闺蜜哦，你这样子，对，如果交往的话，你有女闺蜜，每一个都女神呢。工作上有困难，可能会半夜打电话给我，哦，怎么样？那你们可以接受，或者半夜睡不着觉，在屋顶唱歌，哎，然后要跟你聊天干嘛这些？对，能接受她有女闺蜜的，三二一，不能接受离开，退撤，对，帅气的，哎，帅气的，四个美女，哎，你就是个美女，剩七位喽，剩下第五条。要会踢毽子，没有，你这贱人出了一个题目要我会踢毽子，不是因为这是我小时候我跟我一个很好的青梅竹马哦，然后我们都会相约在河堤旁边哦，然后你踢过来我踢过去，然后就有那个口号，后来他全家移民出去就留学，然后呢，就我就找不到这个，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以后他可以跟我一起在合体这样，哦，你踢着我，我踢着你这样，你上一个女朋友妙哎，汽车都不会开了，会踢毽子，最好是这样，这我就三下就好了，三下呀，有毽子吗？来丢进来给我，来第一位，你会穿高跟鞋耶？可以，可以踢吗？三下就好，小心裙子，谢谢。请离开，好不好？卡机吗？安妮哦，拜拜。来来来，观众会不会觉得我们是在票选李唐华的那个？预备，来，请好，麻烦。哦哟，试下 ，OK， 好，可以，试下，厉害，好嘞，试下，试下，你就是个美女，好强哦！我第一次看到踢毽子超强。在经历了踢毽子这项超严苛的择偶条件之后，仅有两位女生顺利过关。究竟张立东内心的理想对象会是谁呢？来，剩下两位，你自己可以聊聊天。Hi， 哎，那个 ，Where are you from？ 我从巴拉圭来的。巴巴圭是吗？巴拉圭，巴拉圭啦。还有事吗？不是巴拉松就好了。哎，请问你几岁？23。23哦，那目前在从事的？哎，机电。机电，电电子的。机电是？就是在实验室里面做事情。做黑的。机电，你讲那个卖炸鸡的啦？张立东以前在压电。哦，厂房的啦。那哎，请问 Where are you from？ 台湾。到台湾，哪里人啊？台北人。台北人，那几岁？22。22，现在22吗？还是？现在22。那我们等下去吃东西。22。很幼稚。笑哦，他笑点真的很低耶，他笑点真的很低哦。两个你要选一个。啊天哪！其实蛮难选的。三，二。请选择19号，但他第一项八八龟，他第一项就骗人哦。你方便问你的杯吗？你是我要拖给你看吗？不是。Which cup？ C C 哦，哦 ，OK OK OK OK， 集合就有了，交交朋友了，好不好？对啊对啊 ，OK 了。好，今天每一个都有配色，超厉害的啊！你们就女明星都没有，要有诚意，对不对？有时候众里寻他千百度，对不对？蓦然回首，
你为什么没有继续讲？一人一菜，灯火阑珊处。是的，没错。好吧，搞不好就真的就变成男女朋友，然后搞不好交往半年，真的接到喜帖了，恭喜恭喜！再次恭喜他们了，谢谢。成功，小明大家。